今晚是我们悠悠的首场单人直播，对，然后能够来到大家一进来一点就行，见证着过来我这边。妞妞的一个陪伴着妞妞的一个成长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，离不开大家每一位的支持与鼓励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宣布妞妞个人直播间今天正式成立，同时我们想向一直默默支持着妞妞啊，热爱着价值股的各位老铁们粉丝们衷心的说一声